这儿？不是，等等等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。至于你为什么在这儿，请你好好的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然后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吧。我喝多了。那我的衣服是你帮我换的？要不然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吐的有多恶心？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换洗好，在外面晒着呢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换我衣服？你谁让你干嘛呀你？有人请你帮我开门！有人请我知道你在里面！开门！开门！谁？谁叫门？我进去人啊！你别让他进来！为什么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我没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啊！开门！不开是吧？行。我告诉你，我他好像有妖伤。啊！有人起，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啊？有人起，给我出来！别打我！喂，你更年期啊？你好端端的翻我床干嘛？是我床卫生间了。喂，我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干。闭嘴！你是不是带了个姑娘回来啊？什么姑娘？不知道。就算你没带姑娘回来，能不能有爱豆觉悟？我保持我帅气的面庞，还不够觉悟吗？尤志奇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又上热搜了？上热搜，有什么稀罕的吗？是，但你今天的热搜让我意想不到的稀奇，自己看。这拍照技术，也是难为你能认出来。那不止我能认出你，全国人都认出你。好在没认出这姑娘。你跟我说，这姑娘到底谁啊？她你们继续。